喂，周末短打开档，博士，我哋呢个终于又开档。系啊，啱啱翻嚟啊。唉、哎，晒到新厅咁嘅颜色啊，精神非常之好。梗系好啦，唔好精神点得啦？练功啊。最紧要健康财富。冇错。其他闲话嘥气。咁我哋又讲下啲香港新闻啊，香港世界嗰啲啦，吹下水。好过唔讲啦，即系照噏啦，随口噏当秘笈。咁啊，讲下啲但有49位法官哦，法官啦、啊，咩司长啦、啊，制裁制裁系啊，诶冇咩所谓嘅，佢哋都始终要肥噶嘛。咁啊系啊系啊，有得佢制咯。喂，咁但最好就你反制咯，双倍奉还咁你，咁我而家支持阿李家超特首，话宣布制裁96咯。啊，double 翻俾佢啊。系啊，咁你。咁我哋習近平主席話明要敢於鬥爭噶嘛，勇於鬥爭，鬥爭永遠在路上，就鬥爭咯。啊，特首都俾人制裁咗噶嘛，喺當初。而家佢整到批嘛，咁你咪要落實我哋習近平嘅精神噶，鬥爭精神嘛，鬥爭永遠在路上啊。係。唉，啱噶啦！香港而家搞呢方最好啦，食翻無憂米咁啊，冇機會揾錢咪搞鬥爭。哦，咁如果嗰啲法官本身佢哋已不嬲都有啲產業喺美國啊，揸住喺美國咁點啊？佢嘅事啦，呢啲啊各講天命啦，食得閒唔抵得渴。嚇、啊！即係冇得用啊，冇得買賣啊！冇食得閒唔抵得渴，人生苦。嗯。做得老舉又唔怕賓州大，係咪？唉、哎，第二個問題。咁啊，讲开你头先讲开老嘛吓，喂，好啦，突然间灵感到LGBT 同性咩同乐会啊，同乐会啊，请阿叶柳继续做呢个主礼嘉宾，但系好多人都反对呢啲、啊，冇啊，佢哋反对嗰啲戆居啫，而家你国际大都会五光十色。咁你應該係大麻合法化，同性戀合法化，紅燈區又冇，你應該好悶啊！香港好悶，做齊曬咁咪好咯，五光十色。唔係，咁可能有啲人唔知 LGBT 係咩啊？科普一下先，唔係淨係同性戀嘅 L 即係 lesbian 即係男同性戀，啊女同性戀，女同性，跟住 gay 就男同性戀，係啊，仲有一個 G 就係 LGBT，B 就係。bisexual 雙性，係啊係啊 ，T 就係跨性別換變性人。咁有冇人壽咧？人壽係嗰個做嗰陣時配合啫，暫時未有。哇！你整多尾啊嘛，五光十色啊！即係有四種咯、啊。冇喺世界乜所謂啫？而家你啲人非人社會咯，全部而家你大灣區特色啊，你融為一體咯。嚇！唉，咁你覺得即係帶啲嚟冇所謂？冇所謂咧，你個好似違反國安法喎、啊，違反國安法咪大鑊嘛？搞同性戀違反國安法。我睇到報紙有寫話懷疑係違反咗國安法喎呢啲。屌，嗰亂噏啫！你違反國安法，你咪告佢上國咪又多啲新聞咯，你咪驚啲鬼都唔夠籌碼咯。嚇、啊！冇所謂嘅，而家你去到呢個香港嘅時間咧、啊，你係獨善其身。嚇、啊！哇！咁你到食花生睇戲。應該都唔係，因為這個活動以前都做過的，以前都有做的，冇問題的，香港都是國際同性戀，是中國歷代都有的啦。昨天是咯，漢高力士咯，是咯，幾文明啊，漢朝的皇帝咯，好巴閉的，漢朝的皇帝好耐啦，全世界都有嘅。又有嗰啲爭又公安唔公安，即係你接受佢有個病態，你將合法化，冇所謂噶。人權啊嘛，而家啲人咁追。佢有啲妓樓、妓院係用男仔嚟㗎嘛。好啦，但係翻嚟講，如果你香港話要跟住中國嘅制度嘅政治取態嘅，咁中國合法你又搞，中國唔支持嘅你又冇搞咯。嗯。中國政府都唔支持你，咪冇搞咯。但你想話特選一國兩制，你嗰度要搞㗎？咪係咯。係啊，你而家你泰國都大麻合法化啦。嗯，係啊。咁你香港落後咯，冇所謂個世界一樣生存啫。嗯。喺屎氹嘅蟲都有佢樂趣㗎嘛。嗯。啲狗食屎又有佢樂趣㗎嘛。你如果啲狗唔好食屎，咬實你啊！呢個係佢哋嘅選擇。係啦，冇錯，自由嘛。係咯。咁撚中意自由，啲大個左膠咪有就係黃鳩鳩。
唉，我哋都幾安樂啊，拎拎查查自己搞自己嘢，即各自各精彩啫。冇錯啦，唉，五光十色，五光十色。我哋港澳版主任啊，夏寶松啊，金句五光十色嚟㗎。同埋呢啲會唔會夜繽紛啊？呢啲會可能夜繽紛。繽紛啊，繽紛唔到喎，死事喎、啊。夜晚死事喎、啊。做咗一陣間之後，冇曬繽紛喎。好靜喎、啊。賓州啊有。好鬼靜咯、啊，而家啲市真係。唉，第二個話題。啊整啲國際嘢啊！係，阿主席準備去美國，有你覺得有啲咩後果？有啲咩預見咧？好嘅結果，好積極進取。冇嘅，繼續咪俾人哋表演咯。而家嗰班鬼度搞摸光珠。嗯。有一班鬼佬啊，設計上好曬成個局擺度。慢慢摸你哋中國共產黨嘅光珠，做件衫摸你，咁你王毅去到咧就摸你，我製光珠板藏咗喺度，要你坐喺度戇鳩鳩，向我拜登總統述职。哦，你睇唔到咩？嚇，擺啲咁嘅擺陣。好啦，如果你而家你習近平去撚到咧，下邊班幕臣咧一定咩王，我咪點嚟㗎？嚇，其實唔應該去啊，俾我都唔撚去啊！屌你咩！我去咪唔去，派個國務院嘅官仔去咯。踩撚低你當嘢之後，你當嘢唔肯夠夠班啊？點請得出我去啊？冇撚錯啊！佢哋唔識咧，玩呢啲佢哋未有耐啦。裝你彈弓嚟噶，因為點解咧？數曬你牌，知道周身唔穩定，即係等於我知你各水各路出撚曬雞，平時聲撚大大，篤眼篤鼻，而家走上嚟求阿叔。我仲緊之後淡定玩撚茶未啊？係嘛？係咩？咁高息咩？頂唔順啊咩僆仔？咁、哦、你早輪咪話嬲我同你買幅地嘅？屌你咁你買咩？買家啊？玩撚借你啊！你睇撚住啦，你睇到睇我睇得準唔準？嗯，大家拭目以待啊！慘啊！習先生呢次去嚟去三藩市冇撚大鑊啊！你我話俾你聽，超激到嘔血。嗯，啲鬼佬好撚犀利噶，擺套嘢嚇撚住你，啊講啲鬼佬笑話，好似好張崇文咁啊！搬你又冇上台，跟住剝你嘅靚胎，除你對鞋，有啲有咩？等你老母出醜黃鳩鳩企喺度，等於我後生整撚古人啫嘛！嗰啲大陸佬讀緊完書翻嚟，嗰啲富二代整撚住老豆又做官又有錢。聲聲大大話：啊，老豆叫我嚟探探下你啊，阿博士，我咁啱好彩探我，咁啊點咧點啊，老妹食法國餐，食法國餐等我老妹睇住個咩圓之眼乜撚啊，企喺度戇鳩鳩啊，我走緊咗屙尿啊，屙耐啲啦，我都睇到個餐牌唔知啱乜撚嘢，嚇就冇點餐啦，唔識睇嘅，嚇，因為嗰法國餐嗰啲特色名詞好撚實際。嗯，我哋都夾硬死記幾件嘅啫，都要幾個字啊，即係呢啲冇錯啦。嚇嚇，呢啲啊燒雞，嚇嗰啲係乜嘢咁？呢啲好深奧嘅，但呢次咧就都幾可憐咯。嚇、啊！因為中國政府俾人睇曬個底。咁其實如果你還唔到錢冇得過㗎，你個經濟一唔掂咧，個世界好現實㗎，喺國際舞台，真㗎，你一行出嚟。好現實，你扮乜嘢都冇人用，你知你個底。嗯。所以點解話印度啊，有啲國家啲高手一個個鐵包金咧？你摸唔到個底。嗯。等於你啲外邊人摸唔到個底㗎。嗯。分分鐘我同你鬥大賭一鋪。嗯。嚇大撚走你。嗯。知唔知啊？但你俾人知你個底咧，你就難搞。有撚得惡㗎嘛？真係呢啲啊！老世界嘅根據嚟嘅，我咪睇下我哋三級底狀元點樣戇鳩笨柒懵撚法咯，係咪？世紀嘅笑話咯，又製造啲幾開心，最開心台灣仔咯，嗯，台灣佬開心，日本佬又開心，因為日本佬今日睇新聞宣布咗啦嘛，俾你戒餐菲律賓仔啊，幾撚威啊，睇個威士忌，自由啦嘛。以前禁住曬咁啊，搞俾你個人嚟講放啦嘛，我哋走去玩嘢啦，出去，係啊係啊，出去領位啊，揮個威士忌啊，日本仔啫，
你睇電視首相啦、日本首相同阿斌仔個總統幾撚開心啊！今日喺電視幾撚好笑容，唉，精神爽利啦！好，係咁先。好啦，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因為我之前又唔係好靚仔，拍得咁耐，搞到我上鏡好似好樣衰咁樣啊！確實真係好緊要嘅，所以咧，因為咧，我就你知啦，我做好多。首先咧，歡迎曬大家嚟到區域台嘅晚宴。咁啊，呢個婚宴之前咧，首先同大家介紹我自己先。我係今晚嘅婚宴嘅司儀，我係新美，大家晚上好。多謝曬大家嘅掌聲喎！不過咧，我都知啦，咁今日咧，大家咧嚟飲宴啊，有一件事咧先要恭喜。